这是红心的。哎，红心的，啊，缺缺白心。哎，现在天气太热哈，那野姜花，就是大概都挂了啊。新的出来，大概9月、10月就开得很漂亮。哎，你看这边都有蝴蝶哈。这个亭子拆掉了。你看这个蝴蝶很多。蝴蝶很多。哇。不好意思打扰他。对，这只比较淡的哈，前面这个前面这是两只比较淡的哈，它是，就是琉球哈，琉球青斑蝶。它是像青斑蝶的哈，前面比较淡的就是纪晓雯青斑，后面那一只是琉球青斑，琉球青斑前后是颜色不一样，前次的前眼有一个棒棍状，颜色干嘛色的哇，叫做黑麦花斑蝶，还过紫色的哦，紫斑蝶，紫斑蝶都有四种，你看对种，较细只较可爱哈，只有一个点的哈，有的小紫斑蝶人都有讲哈，好嘞，要生气了，赶快过来。后找一下。这个。那个感觉湖北风过过的。很难忘哎，你那记得起。我们从那个贡山古道看出来哈，这边就是从游览车在往前的那个停车场那边哈，水就开始来环保啊，就是说的玉带腰，玉带腰、玉带腰，玉带缠腰。那个对，上班的风景啊。那个左青龙右白虎龙来包，过来的用潮山有笔架山。那有没有出那个？啊？有没有出比较有啦，那无。像我们无啦，大官啦，我们大人拢较白做官啦。正好在像我那个贡生哈，贡生的小儿子哈。就很厉害。他以前小学就读三年就毕业了。哇！日本公校。夏天哦。对，他是就是那时候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啊，他是东京大学上课毕业。我们这一代的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一岁哈，叫庄志阳，志气的志，海洋的洋，上网就看得到。那台大的教授，40几岁就当教授。他是哪一科的？啊？他是那个电脑硕士，电机博士。他以前是台大电机系毕业，后来留美。他在用屏东我这看很多，因为台大报名。你讲讲几多，拢听拢听得来，哈哈哈哈哈。